没有好球，一坏球，出棒打高，在中左外野之间，郭天信往后退，往后退，这一球接杀了，接杀了，郭天信天王接杀了这个飞球，哇！邱总想要看这球有没有打到墙吗？看起来是唯一的解释了。哇，如果是完成接杀，就是终结比赛的一个接杀，但这边要进行挑战了，这边要进行电视辅助判决。哇，中左外野方向非常深远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慢动作的重播。其实位置非常尴尬哦。接杀了、哦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啊！漂亮的美技，哇，这可能是年度最美技啊！这就是天哥啊，真的太猛了。哦，今天有外野雷射间的阻杀，然后还有就是这一个超级的中外野跳接的美技，没错。哦，张振宇在劈了，张振宇在劈了。是。哦，张佑明在摇滚区的第一排，他看得非常清楚，对，马上就举手庆祝完成这个接杀。那其实这个在外野沟通默契上面是非常重要的。对，张佑明知道这时候要放给天哥去接哦。那这场比赛也在天哥郭天信的超级美技之下收下了据点。中场味全龙队就是以5-4一分之差险胜了富邦悍将，拿下了对悍将的一个2连胜，赛季的战绩也来到22胜19败1和，而富邦悍将啊则是吞败，拿下了一个最近的4连败啊，战绩来到17胜20败1。